你也有过这样的困扰吗？虽然补习班网络上或是买书都能找到许多学韩文的管道，但是一整包听说读写的课程却是寥寥无几。尤其 Topic 中的写作是大家公认最难的项目，大多数的同学只能凭死背啊硬记来准备，痛苦的摸索着，如果还过不了就太伤心了。现在巨匠线上真人开班韩检终极黑马赢了，具有韩文一级基础的您，如果想高分通过写作，想要参加今年十月的韩检考试，这个套课会帮助你节省自行摸索的时间，而且突破遇到瓶颈想要放弃的困境，全方位的提升韩文终极能力哦。从认识心智检定的模式开始，先搞清楚目的地和沿路的困难点，就能一一突破了。课程编排由庞大的教材团队根据台湾人的学习习惯来编排，黑马营的架构重点在培养这三大能力，上完即拥有这些能力哦。带您由浅入深的学到各种答题技巧，使用大家公认最有权威的首尔大学课本，透过举例说明，让你掌握考试时实际会碰到的困难，还有解决的办法。还可以透过即时批改来练习短文、写作逻辑、文法比较来累积经验，未来在职场、书信往来等通通都受用。使用高端线上系统，在家、在咖啡厅、在舒适的沙发上都可以安心、开心、放心的学习。居家系统让人安心，双语外语师资齐全，小班制 CP 值超高，单向的视讯上课好安心，手机划课太方便了，等级划分非常清楚，课后录影档可以下载一直看哦。互动模式呢，从绘画开始，透过大量绘画练习单字及文法的应用，也会用议题的方式讨论韩国文化的差异，同学目标一致，上课氛围超棒。以前您可能有类似的经验，不喜欢某某老师的风格，或是特别喜欢某某老师的教学方式，却不能够任由自己的心意来做出选择，最后呢，上得非常的痛苦。在黑马营完全没问题，同学可以自己选老师，每位老师经过严选，无论是双语还是外师，都拥有合格的语言证照，针对教学内容做有系统训练，道地的口语发音学员都感受得到。每一堂课同学都可以回馈状况给我们，并帮老师做评分，所以您在选师的时候看到的评分都是其他同学给的分数，非常的公正客观哟。新荣提到小班教学能够跟真人老师交谈，可同时增进文法还有口说的能力，每周两堂配合考古题顺利通过 Topic 四级的考试。燕晴提到巨匠有长期旅居韩国的老师，可以针对文化生活议题来深入的补充，让他的词汇绘画能力更有情感更丰富，还有考前的作文训练，让他可以顺利的通过三级的考试。思景最推荐的呢是课程单元编排得当，每次上课都浅显易懂，老师会用学生的角度来给予意见，让他能够学会并且活用，也是让他顺利考到三级证照的原因哦。巨匠线上真人在官网、部落格、粉丝团跟 YouTube 集结了各式各样的资源，从发音、流行语、台韩文化差异到韩检的文法订正，通通都有。这次的黑马营绝对可以让您在十月份的检定考高分通过，全面的提升韩语的听说读写能力。现在就填表来领取程度测验和免费试读吧。